兄弟们，咱们今天做红烧肉焖面。咱们先做一下红烧肉，先把肉焯一下水，大葱、姜片。飞哥，飞天没了，这个再凑合用吧。哎，倒入白酒，水开撇去浮沫，捞出这个肉要再洗一遍。飞哥，快下雨了，加入宽油，油温五成热，下入红烧肉，炸成这个熊仔就可以了，兄弟们。锅留底油，咱们炒一下糖色，加入葱姜蒜，来点八角、干辣椒、香叶、桂皮就可以。来，飞哥，来加入五根水，好，来一丢丢咸盐，生抽，嘎的跳，少许胡椒粉，兄弟们这样就可以了啊。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，45分钟，开始和面，一碗、两碗，倒水。和面啊，讲究筛光、面光、手光、盆光，咱们做的差不多啊。开始擀面。老雷，你这是让能擀了啊？还不是被你逼的吗？OK， 你认真的样子好帅呀、啊！手擀面。你看我的一手，一下就把你的推了，嘎嘣推。好你个老雷，竟然偷了我的一手，怎么这厉害的呢？我用了官方给我的专属礼包码，你看飞哥，这不就付出了上古猛兽吗？我看大家说福利没领到，我特意给厂家申请了加倍礼包码，放在了左下角。厂家手机甚至为了增人气，开机就送99个一手袋，一直升级，一直能领一手袋，不喜欢的一手直接吃了就能进去。我你不早点呗？咱们开始炒菜。起锅烧油，来点八角，放入葱姜蒜片，放入干辣椒，豆角炒一炒，豆角炒断生之后，放入西红柿，放入盐、味精、鸡粉、胡椒粉、十三香，生抽咖喱头，老抽咖喱头，红烧肉咖喱头，面条上少来点食用油。上气小火15分钟，啊，这下呀，时间到，开整，一二三，站下。飞哥，拿我，过来。老雷，呀，来，刚刚好啊，扣过来，扣过来。哎呀，直接拿我也吃，能行能行。开饭！啊，香香香香香香。一碗哪儿能够呢？再来一碗。老雷，这碗面真是真舒服啊！